们过来这边之后要先做什么事情？书包白色包。要把书包怎么样？白色。再来要拿什么东西上楼？拿好之后要在哪里排队？靠墙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准备干嘛了？上楼。好，走。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交联络簿。要交到哪里？老师的桌上。好， OK， 那请开始动作。